姑娘，你经常坐四十五车吗？ 有没有人在车上欺负过你？ 欺负我？ 有没有男人想摸你？ 想欺负你？ 想侵犯你？ 干嘛？ 想骚扰你？ 有没有？ 好孩子， 你告诉我。 司机！ 开我！ 有没有？ 有病！ 不要骚扰乘客！ 我要报警了啊！ 我没有病！ 喂，我要报警。